教堂，教堂，这什么声音啊？靠腰，哇，腐烂风机，妈的，宝箱位置也太烂了吧！哦，医生，好的补给医疗包。我直接跑去教堂上面哦。哎，这里。靠腰嘞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？还追我？靠腰嘞！哇哇哇哇哇哇！靠腰嘞！吸吧！亏歪了，医生。哎，可以来救，可以来救。好，走，我走。怕他还打针对，在，幸好他没打针对啊。哎，他怎么来这？好，帮你补。好，杀那个。倒在那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这样快速进出柜会爆点吧？他应该用那个，他知道在这。他拆门，他楼下拆门。好，我救队友，没人救，我救。他是一个不守时的啊，这样也好。哦，你要保持理智。他保持理智。靠背都慢翻啦，回来回来。嗯。好，哎，怎么一直后退？喂，他在你这儿追你，好，倒，好，反正他是一个不守时的人，看他挂。看看静电爆炸，靠腰被发现，被发现。
好，我去修，我去修。我在教堂顶端，在二楼修，靠腰嘞。有位大声，他楼下。哇，这个很考验修机技术啊。快修开，快修开！哎，看，还有一台。那边有，那个 ZZZZ 看起来蛮强的，应该跟他六小屋吧。靠腰，他这个不会自动降哦，他的技能。我觉得他应该有，他应该有一刀。有一刀，我也觉得。他们好像没什么技能呢。对啊，应该有一刀啊，一刀射，反正他现在。还哪还哪？他现在第一刀。开。两边。好，你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好。对，我也觉得他有一刀。哇，那个 ZZZ 是假新手哎，六他六很久哎。一个六爆啊！开，没有，他没一刀，那什么技能都没有哎、欸！啊，怎么倒啊？倒在哪、啊？我逃了，哦。好，好，走走走。哇，假新手黑妹。哇，这金牌的耶。